2003年那一年呐、啊，煞是算来回顾过来啦，就是16、17年前，台湾呐、啊、谈煞色变，和平医院轰炎呐、啊，那个时候呢，慈济人从午夜间到六夜间开始，不断呐、啊，大家动员。慈济服务中心，你好。病毒虽然是很可怕，但是假如我们对它呢有谦卑敬畏，嘎嘎的过后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大家呢要赶快呢把心平静下来，才能有智慧呢去防范。对对对，手上拿护照的那个病从口入，假压性的动物引起的感染，这些被杀的动物累积起来，就是成了众生共业。我们现在应该大家呢，要共同一念哈，祈求平安，不管任何宗教。要祈求，要先尊重生命爱，祝福的力量真的很大，被祝福的是最有福，要相信那一念的虔诚的心，共汇合起来的力量真大。感恩尊重生命爱，那好经无经来做后院。